早啊，各位，阿 B 喺度。早啊，各位，癲好啊，佢上嚟咩事？冇問題，因為冇人癲得過我嘅，所以係 OK 嘅。今日咧係蝦仔嘅生日派對啦。今年咧，我哋其實就簡單咁樣喺屋企搞下啲小派對，跟住啲幾個朋友一齊就係咁樣啫。啊，咁今朝其實大家已經忙碌咗一整個早上啦，依家咧終於可以同大家開翻個頭啦。就係咁咯，可以講啲咩？咩事啊？呢個係啊，爛咗啊！嗱，你要知道呢本嘢喺呢度幾耐啊？呢本嘢新嘅喎，新好新咩？都幾個月啦，而家先爛喎。蝦仔細細個嗰本，咦？咩啊？呢本佢六個月大就可以爛嘅。含辛茹苦六個月，你嗰陣時全部都識背，呢咁多首我都識。全部都识，每一首都可以倒背如流。我要俾大家睇咧，你送嘅俾蝦仔嘅生日礼物啦，又系同一个牌子，好似系 Kings 啊，系咪都系，即系都系呢个台加呢个架，屋企就系全部都系啲嘢，好靓噶。我俾大家睇先，蝦仔，蝦仔坐嗰张凳咪得咯，你坐嗰张凳啦。你做咩坐呢度？蝦仔，你而家系咪睇住爸爸妈妈准备生日会啊？入啊，好啦。咦，水？依家我食啲嘢先。呢个系 vanilla slide 啦。如果新嘅观众或者你想嚟 Tasmania 咧，去 Ross 食呢个 vanilla slide 咧系Tasmania 必做。一定要食，但系佢冬天唔开嘅。啊，冬天佢哋要去滑雪 trip， 所以佢哋唔开嘅，所以系夏天先有。自己留意嗰个 Facebook page。哦，我去接依家我就要繼續忙啦，海，準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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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哋要飛邊喎，大佬啊！呢度珍惜食物啊，我食曬啦。你為了幫我拍真的很偉大啊！不會爛的，這個給大人跳的。是啊，這個呢，這個可以用來收音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收音。哇，一人服侍這麼多東西。我因為這個是大的 furniture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你隻手，你隻手，噔噔噔噔，哇，三格，哇，三格，我仲有一格，仲有一格，哇，等先，我嚟企先，跟住攞口膽子水，邊個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。但是他們有這個，他們就不會吃東西了。我真的
摇摇摇系咪啊？哇，你好重喎、啊，好似唔系好承载到你咯、啊。今日最切合主题嗰个系你，满分。哈哈，冇，我哈就讲。我哋啲年长们嘅人都喺度叹冷气算。咦，哈仔喺度喎。我哋轮流出去睇住小朋友。嘻嘻。嘻嘻咩？嘻嘻。嗨。鞋唔使著鞋啊！哈住 ，no no no！ 你睇下冇人著鞋啊，冇人著鞋噶，你出去玩啦，唔使著鞋啊！在癲緊的時候，這個爸爸一邊湊女一邊看電視，因為他會中暑，所以我被我趕了他進來。昨晚女兒很癲，是不是？我突然間夜晚醒了兩個小時。是啊。哄到嘔。是啊，因為他剛剛去看電視吧。Enjoy, enjoy。好了，我繼續戶外活動。OK, 你出去熱吧。好了。爸爸，爸爸，谁是那个爸爸？谁是那个爸爸？谁是那个爸爸？哎呀，可是可以不安静一点点？那你妈妈的？我真的非常欣赏这张台，十级好，多谢。我跳。中啊！哇，唔系食啊，中喺个眼睛度，哎呀，咦？
讚我。阿爹，你係咪好攰啊？係咪？不如揾車沖涼。你想要咩嘢啊？你唔揀車，然後沖涼啦，好唔好啊？咁你要乜嘢？芝士啊？我啱啱嘔完，我食芝士，有啲驚啊！芝士包得唔得啊？好。哦，芝士包就得啦。玩到呢個時候，我哋已經換曬衫啦，換曬衫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已經好 dirty 啦。Hi， 暈未啊？我有啲眼瞓。又關你事，哇！你啲口彩啊！我俾個筋筋筋，壓住壓住，抹。你細力啲，你唔使咁大力噶。我要同大家講咧，呢個地氈啊，喺澳洲一定有小朋友咧買呢個地氈，非常好，佢好軟熟啦，但又夠厚度係 OK 啦，係咪？入下邊咧有陣咁樣嘅，即好似有少少防水墊咁樣啦。跟住佢哋個個嚟到我屋企睇到之後，佢又買咗。Yeah， 然後 Jason 又買咗。Yeah， 因為有幾個朋友見到呢個地氈都已經即刻買咯，好推介，真係好好，正。哇！你兩個今日見到蝦仔玩得咁癲啦，然後放咗咁多電啦，我覺得呢個 deck 簡直係完美，完美。我諗呢個 vlog 咧要喺呢度停，係咯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好攰。拜拜，拜拜咁啊？點樣？拜拜。你同邊個拜拜啊？呢度啊，你喺呢度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媽。